日出是免费的，夕阳也是，深夜是免费的，星光也是。可是对于河流，我真的一无所知，它是疯的，在星期一，可是星期五它完全清醒。它从长廊深处朝我走来，在我的手上放一个冰块，说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海浪。冰块都还没有融化，他又开始说那些疯了的话。 To be or not to be, To be or not to be,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。 他是他自己的诗与疯狂，而我将会被花瓣盖满，我将会像冰块融化在一条河上。那不会是一个答案，那是一条河日夜的呼唤。